是一二三四还是怎样？手放下的那个开始。OK OK 好。被你玩弄。可是第一次同台这样子，四个人一起合唱，是。所以其实今天我们想要跟大家说，我们正式的组了一个新的团，四个人的团体，叫做动力 CP。为什么是 CP？ 因为我们是九折 CP， 不是动力我折，还是动力九折，还是火折 CP？ 哎，不是火折，越来越复杂。火车 CP 啊 ，sorry， 没关系，只要跟你们在一起，什么名字都可以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走慢一点，走慢一点，你们走一步，我们要走三步。其实我跟前辈有之前有几次都碰过，最开始之前呢，其实大概是我在国中的时候，你们来新加坡表演的时候，我当时就是去了他的演唱会，是深深的被感动。谢谢谢谢。就像我是高中的时候，跟今天的有没有再老一点的，差不多就是这样的，没办法，就是。我很开心你们后来是后唱，因为如果你们先唱的话，我们就没有机会。没有机会，你们唱的很好。对对对。大家晓得是哪一首吗？大家都有看，好像大家都知道，所以这首嘛，这首歌是自己唱的。天黑请闭眼，我在你身边，却扯不出你怯场的那面，该怎么进退？你狼狈发言，那些语言都成了亏欠。从日做到夜，心中